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한국의 인기 교友 APP, 因为使用 타이완 여성분의 사진 제작 假账号 而 引起了 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公司内部职员的举报, 目前有着630万会员的 한국교友 APP, 为了留住男性会员们进而让他们付费, 所以就创建了200多个虚假女性账号后, 在交友软件发文, 有在新村附近的人吗? 有的话, 周末一起去喝啤酒吧, 这礼拜一个人要去饭店度假, 有没有人想要一起吃饭呢? 两个23岁的女生, 礼拜六4点, 谁有时间呢? 有没有最近很寂寞的人呢? 等等, 吸引男性会员们的内容.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创建假账号是很简单, 但是连女性的照片介绍都要做假的话, 并不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所以该公司就使用了他们在台湾经营的交友软件的女性会员们的资料，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将台湾交友软件上的女性会员照片跟自我介绍，直接使用在韩国交友软件的假账号上了。据了解，该软件的40%的男性会员们都有跟假女性，也就是创建假账号的该公司的男性职员们聊过天。 对此，该公司对媒体表示，创建账号的时候必须要上传照片。为了业务方便，职员们使用了在海外经营的女性会员们照片，我们会改善的。你뭔 개소리야！ 正常的人除了这里也会有很多地方可以交友，不要被广告骗了，还在想象不可能的幸福。真的不错的人会在 APP 等你，能有这种逻辑真的很可怜。男人们太傻了，正常的人会在这里上传自己的照片吗？台湾女生们又犯了什么错呢？哎，好丢脸。所以是男生之间在暧昧、在谈恋爱的吗？应该还会有别的 APP 应该不会这样吧的男人们吧。所以对于在交友软件交异性朋友，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舞蹈神童拿恩的消息。喜欢 K-pop 的人对于拿恩应该不会很陌生的。拿恩在2013年出演一个综艺节目《以 Baby 跳男》走红后，经营的 Awesome YouTube 频道，目前也有520万的订阅。但是这个频道从3个月前开始就没有更新，所以让很多粉丝们都很担心。而今天，网友们在一个经纪公司 CEO 的采访新闻中发现到拿恩成为 SM 练习生的消息，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不是，拿恩现在是几岁呢？这孩子已经是可以当出道组练习生的年纪了。 如果我是经纪公司的老板，我也会带韩恩走的。可可，哦 ，SM 带走了韩恩，突然想到之前凯有对韩恩说过要他来 SM， 现在中学1年级的话，马上就有可能出道了。不过好意外，我以为 SM 不会挑选已经是名人的人了，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意外。总之，希望很快就能看到韩恩妮女团出道，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Yuna 保管剩下的饼干的方法。你记住吧。 짠! 짠! 저거야. 접힌 거 있죠? 접힌 거를 펴주는 거야. 뒤집어 까듯이. 아직도 바삭하다고. 是天才，没点进来就后悔了。哦，下次要试试看了。哦，我每天都是在使用橡皮筋。不过也有这样的留言，一包饼干也会剩，太假了吧？ 因为 Yuna 已经猜到会有这样的留言，所以。YouTube嘛，이거 하나도 다 못 먹고 이거 남겨둔 거야?라고 할 수도 있겠지만 어제 내가 진짜 너무 많은 것들을 먹었어. 그래서 마지막으로 이걸 먹다가 아, 도저히 못 먹겠다, 이제 자야 되겠다 싶어서 접어둔 거라고. 好可爱的解释。不过 Yuna 也真的知道很多这种生活小知识，以后一定是贤妻良母。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